日刚刚开播的电视剧《武松》因大尺度改编引来风波不断，其中最富争议的便是武松爱上潘金莲的桥段，武松变成了潘金莲青梅竹马的初恋男友。而《新水浒传》在2011年播出时，也因为颠覆了潘金莲的形象而遭到观众拍砖。当时导演打着还原一个人性化的潘金莲的旗号，把潘金莲塑造成一个勇敢追爱的青春少妇。近日，该剧引发网络口水战，诸多电视剧粉丝不满该剧胡编乱造，于是围攻怒骂剧中潘长江、孙耀西等主演，并向《新水浒》中武松的扮演者成龙隔空喊话：“真武松啊，你快点回来吧！”然而，因电视剧武松被骂的演员潘长江、孙耀西等演员并未做出任何回应，未动声色。然而，躺着也中枪的演员成龙，面对诸多粉丝在微博中的骂战，似乎也吃了哑巴亏，更是有苦说不出。《新水浒》中成龙饰演的武松当初也曾惹争议遭吐槽，有人觉得演偶像剧出身的他演不出武松的英勇和豪爽。然而随着电视剧《武松》的播出，武松一角再次惹观众争议。尤大庆版武松被网友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丑武松角色，虽说丁海峰版武松可谓堪称经典，然而网友却一致评价成龙是有史以来最帅武松。更有网友说，这场骂战恐怕是片方和电视台的一场阴谋炒作。面对诸多口水战，躺着也中枪的成龙并未做出任何回应，可见在江湖闯荡多年的他早已心静如水，学会了淡然处之。